门门走出工业馆，半开的偏门已经是黄昏的世界。有小威尼斯清澈的江边，迷人的港口，闪烁的街灯，陪伴远方的人客。在小威尼斯这个地方哦，刚好是黄昏的时候。那你想，黄昏有灯塔，有夕阳，然后在港边有一个古老的工艺馆，所有的走入工艺馆里面啊，看一些他们希腊人所做的手工艺。那走出了我因为时间到差不多快黄昏了，我就走出来。那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回头一看，哎，哇，这个景也不错，那个门半开着嘛，然后一边阴黄，那一边是黑黑的，那这种意象上面有一些灯，所以我就很强烈的就拍了一张照片。所以拍了一张照片，其实你看哦，我说走出工业馆半开的门已经是黄昏的世界，所以里面也是昏黄的，那外面也是夕阳的光辉，是一种非常朦胧的那一种情境对照的哈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有小威尼斯景象的江边、迷人的港口、陪伴的街灯、陪伴的温暖的人客，我想每一个游客，你在外面遇到一盏一盏的孤灯的时候，你的心情绝对是有一点孤单，有点寂寞。为什么？因为身处异乡，在异乡为客的时候，人都会有一点孤寂的感觉。那这种孤寂感觉使我们说，哎，我们必须把这种心境也留在我的文字里面，所以我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把情跟景做一些融合，然后也使人家知道说，啊，你到一个去参观一个工艺馆再出来的时候啊，你看到的东西，你如何把它除了拍照之外，你如何用文字把它呈现出来。然后他我们说那个街灯陪伴的那个远方的客人，也就是说这个街灯跟我是同病相怜嘛，我们两个相处在港边那海港的旁边，然后他一直站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我走出去还是孤冷孤冷的一个人，可能所以这个情境的塑造，我们知道诗就必须要去塑造一些情境，那让这个情境有比较生动，然后你在读诗的过程里面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感染到这样的一种心情。老师怎么会想要已经是黄昏的世界再断一个句？诗哈，诗就是讲用过这个那段句，就是讲看你的意象，就讲你讲这已经是黄昏的，今麦是黄昏嘛？啊，然后世界另外一个层次啊，这个世界另外一个层次啊，所以他断句了以后，你就会变成说今麦是黄昏啊，这个、世界。哦，啊，就是有两个情境。你假如说已经是黄昏的世界，不一样的哦。世界另外出来就是它能够单独呈现出一种画面哦。啊，现在黄昏另外一个画面啊，那个有黄昏啊，世界过空旷哈。所以在断句的时候，我们时常会想说，哎，你为什么在这边断句？假如不需要断句了，我们就不会去断。因为我们要让这样的一个情境有一所区隔的哈，比方说江边迷人的港口，有无？你讲港口嘛，江边的港口，然后闪烁的街灯啊，其实你两个连拢嘛是同款，但是闪烁街灯是一个独立的值的，然后港口是在旁边哦，让我们比较。人家读者在读的过程里面有比较繁复的这个意象呈现啊，然后那讲背叛弯风的人客，就是我们都写到我们自己的，哦，所以写诗有它基本上的东西，就是说每一句意象它都必须要有连结性，从第一句的意象到最后一句意象，可能有层次。我说写东西要言之有序。原句有序，就是说你每一段落的意象要从每一句的意象要相连，那每一个段的意象也要相连。门门走出工业馆，半开的偏门已经是黄昏的世界。有小威尼斯清澈的江边，迷人的港口，闪烁的街灯陪伴晚风的人客。